旨说，全虾撒奶。遵旨。你昔日也罢，白一豹，我也闻得未？
뜨거워. 遥飞坦地，迷惑君我荒淫无道。此花叫我弹琴，叫我如何拒绝呢？微臣琴艺粗疏，好有污清庆，故未敢展示于人啊。你既是不识抬举，咁就回驿馆好好休息，明日不用上朝，听候宣召去吧。吓，听候宣召。度日如年难等待，可怜老妇尚在狱中任骂，唯有献丑在君前，博取回心添好感。微臣愿献丑一曲，但愿不言俗云啊。白一跑，哀家要听琴，你快快弹来便是啊，不用多作言陈。令明是后琴艺粗浅，若是教到娘娘，
微臣万万不敢啊。嬲住，等我嚟啊！白一跑，若有所求，你先下礼。拒人千里，等若自掘丹峰。救父亲的抑或害家言？何来真是孤王而画心吗？哎呀呀，若要入朝救父，唯有摆布悠悠。曾经愿意教你啦，主上啊，不如咁啦，臣妾学艺，你无需在此侍奉啦。不如咁啦，主上，你先去喜美嘅寝室度休息，稍后臣妾再来相陪啊。好好好好好，我先行回去，再看外妃你学琴。不过想必也十分。枯燥乏味嘅，外妃你主意甚佳吓。孤王便先行稍事休息。臣妾恭送主上。大王。微臣遵命。好。白一跑啊，我家弹琴，你行到咁远，你应该行埋嚟我家身边先要睇得真噶嘛。你快啲行埋嚟。来来来，坐在哀家的身旁。微臣不敢啊。哎呀，什么咁矜持？
费，令人惊震。惊乜嘢？还是凭良心，真真是我心中烦。Oh!
心中与人啊。为是白一巧他已经身亡，处理事情还需谨慎啊。外妃只为西伯侯姬昌人心异口，早已经天下无闻。子常，你不用担烦，臣妾已经想到一条妙计，可以对付那姬昌嘅。真系能够知道未来过去，咁朱上你就要立刻